的设备呢，主要是来自于华为迪拜供应中心的。那么还有一部分设备呢，是从深圳供应中心，就是深圳总部直接发过来的货。沙特海关实施的这个24小时清关方案呢，对我们的清关效率提升非常有帮助，而且非常重要。这个海关的24小时清关方案呢，对我们在效率、成本和客户满意度上改进都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支撑我们华为的愿景在本地的落地。那我们的愿景呢，就是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、每个家庭、每个组织，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。Thank you.